这个很好，铁路与包师傅，云宁高铁汽车。不要唱，不要唱，不要唱。我要去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所以讲呢，小人还是读个书比好。我们都要老了。疾病与衰老，越来越频繁地考验着我们的亲情与爱情。每个人都将直面明天来临。喂，肖云龙啊，有一个病人从四院转去华山医院，59岁男性，怀疑是脑部肿瘤，夸掉。深夜，姚明医生组接到一个转院任务，有一位病人怀疑脑部肿瘤，要从四院转去华山医院。对，五岁月啊，你啊。来，让护士去。你啥？谁要负责啊？可以走。医生。好了吗？就医生，脑子高头上脑出血了。见一面膜，眼角角，手还可以。关节关节对吧？眼睛。啊啊，肝我也点堵着的对吧？还是老的。肝我只要讲了我堵着的，我才能看。啊。我开了不当回事的。啊。好像，哎呀，这吃累了，脾气累了。嗯，其他当然是毛病，慢性毛病好了的。嗯。啊。那最有辰光，伊拉爷现在进。送进养老院了，日日夜夜六个号头，阿拉一直在了，不是到现在老吃力，老吃力。一方面太吃力了，一方面压力大。为啥送到养老院嘛？老头子有眼不大习惯，不大习惯，日日夜夜陪着他，上班上上好班，就是屋里也不来，就到养老院。搿太吃力了。啊，就是那些。勿急。啊，勿要哭，勿急啊！我虽然神经科老好呀，可是勿看得好啊。觉得老父亲在敬老院里面没有人去照顾，没有人去陪伴。所以他还是比较伤心的。想到养老院里孤零零的老父亲，看到身边仍一脸稚嫩的儿子59岁的鞠永兴，不禁悲从中来。这位，哪会是这位啊？喂，看这位啊，神经外科医生请到一点，神经外科，神经外科请到一点。啊，神经科，伊四院转过来，伊做出来脑 CT 是搿种一只转。哦，好，昨天子开始讲我肚子疼。他作为儿子来说，他主动承担这份义务和责任。除了白天上班，晚上呢还是要去敬老院陪伴他老父亲，甚至整夜都陪伴，操劳过度。他照顾完老父亲以后，到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，脑部 CT 显示呢是一个脑部一个占位，
就是可能脑部一个肿瘤。师傅，吊车上。哎呦，塞下去，哎，好。因为我的父亲他也是因为脑部做过手术，因为他是脑部出血以后做了一个手术，但是他这因为现在产生了一个并发症，一个现在情况也不是太好。姚爸爸因为脑部手术后遗症一直昏迷不醒，至今已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快一年。身为急救医生的姚明深知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。怎么样？医院里面建议你们可以放一点音乐，可以对他的唤醒意识可能会有帮助。那我就录了很多我爸以前喜欢听的一些音乐。5:30左右要起来了，早点起来，早点准备嘛。一般公交车换地铁到分站附近，恒浦新村这一段地铁特别堵，所以说我喜欢会早一点出门，否则我挤不上地铁。一股热气。棉花还有，我看看啊，冰袋油，冰袋是哪两个吧？一个不够，生理盐水没了，生理盐水只有一包了。好的。老吉东他吐了。早上第一单任务，无锡医生组接到的是一位老人摔伤的预报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时候摔的？摔了这么多天了？我是他到那个第一个医护院去做过检查了，现在呢，他夜里面就哇哇的叫。去住院今天是？他是怎么不好啦？那病历卡给我看一下。他肠胃已经联系好了。啊？对，你送医院，你现在你没有联系好，他怎么会送你进那个病？耻骨上缘骨折。那么你在有余热了？有余热都看内裤。那么看内裤啊？你看你有屁股后头一个大后头一个还老多肿出来。谁在读呀？现在，跟跑我来骨折了，跟把他收进去了。他过去也是这样，给你拍个片就让你回来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把徐老师电话打通了，让他跟医生说，好吧？伊拉囡恩辣辣西班牙了，赶不回来了。我是伊拉囡恩的同事。因为老太太一家头，搿么侪是阿拉侪是帮帮忙的。这个老太太4天之前摔伤的，摔伤的时候呢，到医院去也拍过片子，说是耻骨的骨折，
当时医生也不建议他手术，就做一个康复治疗。回来以后呢，因为这个老太太一个人在家，子女都不在身边，都在国外，保姆听到她喊痛了嘛，喊了她的同事啊、同学啊等等到家里来帮帮忙，把这个老太再送医院。喂，家属啊，哎，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，她到第四人民医院已经拍过片子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们那边医生呢也不建议手术。对，你只有联系这种康复医院，住到康复医院去。对对对，今天你像你这种情况，估计过去拍个让再让你拍个片子，再让你送回来，这不麻烦嘛，折腾病人嘛，不是吗？现在这样。两个医生都蛮好的，伊跟那两个，伊搿讲了是蛮有道理的，因为伊拉那几十多。像这种老太的话，医生已经不建议手术的话，她只不过属于一个康复的一个治疗了，啊，一定要说到有康复条件的医院。你让你领导到的。哎，伊那是老早市医院辰光领导的，也是隔壁邻居啊。那又是隔壁邻居。哎，侬去问伊，伊拉阿婆了，伊拉娘了里头。我就现在那个邻居，那个娘了。那康复医院嘛，要去联系。哎，要联系，要等有床位，那么再送。所以讲啊，小人还是等我身边好。他朋友来帮忙，应该值得表扬。平时不跟他住一起，但是抽空来看一看，关心一下这个老人的话，这个老人心理上也是一种安慰。你看你还照顾。没办法，他们是老人呀，我们都要老的呀。小杨，你开心死了！一个今朝来两个同志，刚才刚好一个。刚刚我也帮伊讲过了，哪能还真的去呢？就到伊搿去看看叫，把侬搿眼东西打好，把伊个医保卡啥物事拍个片子来打好，侬问问看伊拉面搭好收伐？哪能样？就是讲哪能样子收？咾么我应该帮伊办眼啥个手续？侬所有事体等侬手续办好了，床位定下来了，侬再打幺两零。啊，好吧，好，谢谢侬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好，谢谢了啊，不要紧，反正我刚刚帮侬讲事体，侬自家侪记牢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位啊，我们120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到家属的家里面，第一个你要去是一个救治状态，同时你也要安抚病人跟家属的一个心情，你跟他们讲清楚了嘛，他们也就明白了，理解了。所以说这一单我感觉还出的是比较有正能量一点。老机长，老机长，不错了。我你搞几个？昨天带氧气这个人是啊。哦，听到。303。303。氧气这个黑氧，好了。啊，气喘对吧？啊。服了，来，等下过来。先坐下来。我看看氧饱和的，你先氧气吸着，先氧气吸着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这两天一直喘还是什么？喘了，不用回家，这么长的地方。平时就吸吸氧还可以，今天喘的不行了，放松点啊。氧饱和度现在可以啊。这个病人是一个气喘啊，到的时候也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急症发作的表现，临床上就称之为慢性阻塞性肺病。啊，做搿只药啊，像侬。人放松啊，人就放松啊，人往后面躺下来，哎，人往后面躺，医保卡带好啊。放松啊，现在氧饱和度97了。应该问题不大。阿姨往前面坐一点，后面很颠的。你们现在感觉什么？那来瓶水喝。有。稍微喝一口，现在不要开，开车的时候不要喝啊。等会儿车子万一有红灯停下来，你稍微喝一口。嗯。人又帅又和气，很耐心的，跟他说话。我以为警察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那个医院里的医生都像他这样，那病人就高兴了。
能够得到家属的一个理解，能够得到家属的一个表扬，我们在紧张的院前急救的氛围当中还是感到很欣慰的，也为自己急救工作增添了一份动力吧。这是我们的兄弟啊，兄弟肯定要洗干净嘛。朱迪应该是个大男孩，我们出事的时候看到人家车顶上挂了一个玩偶，然后他就买了一个小超人放在了我们车上，就说象征我们是一个超人团队。玉仙路，哪里不舒服？老人昏倒，叫得醒吗？叫得醒。准备送什么医院？江湾医院。江湾是吧？怎么了？那个老太刚刚有点不清醒，神志不清。啊。现在多少好像有120。哦，102岁了，102岁，厉害的。上马桶的时候好像有点像昏过去啊，大概叫不醒、大概叫不醒多长时间？叫不醒大概2分钟吧、吐的，吐啊没吐，啥没。后来我把他弄到床上以后呢，他好像好了，我给他接了点氧气。以前什么慢性病吗？他就是心脏病，心衰。心衰，心跳慢眼，心跳到一直是50几条、60几条，从来不高。我那跑了上万下，有氧气极好，现在连小水管有，是吧？你到外国来，小水管也高血压啊？哎，高血压，有点高血压，平常一直吃一只，现在84、85，还可以。82岁了，所以我坚持不起来。平常在是那餐厅旁头自家走走，吃饭，就算饭吃了没有，吃了吃只水饺。102岁的王阿婆平时身体不错，耳聪目明，头脑清醒，就连胃口也很好。阿婆现在晓得了，头稳啊？头稳啊？你说头痛啊？手不稳啊？可能还是一个脑供血不足，因为他中午时候，因为平时也胃口蛮好，中午的时候吃了7个饺子。一吃了多以后呢，血液循环都到胃肠道里面去了，相对脑部的供血不足，会发生晕厥。要他们抢救啊！我要去。你还干不干？那边去。要他们抢救，我早点走去。哎，侬身体好了点了不？已经加多虚数了。到外屋了啦，身子上红肿的，苦头。这毛病啊，我要痛哎！这叫氧气，平常还可以啊，体质还各方面还可以啊。这举起来，好，再叫到侬个，好，真的好，心跳稍微慢一点。阿婆来忙，你要是做不出啥，王阿婆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，从她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来看，她被照顾得非常好。好了啊，到了。到了，一二，好，医保卡也打好了，阿伟胸口闷吧？
啊？胸口闷吧？胸口闷了，汗的。这个一昏过去呢，没就可能一个呢，心脏高头也有可能的，就心脏原因引起的昏厥。一个呢，脑供血不足，啊，会得昏过去。对个，吃了太多呢，供血供不上了。对。102岁。目前，上海的百岁老人有1700多名，长寿的原因，除了自身的体质因素之外，也离不开家人的耐心陪伴和细心照顾。身上如果要是痛的，哎，不动不动了，抽血是痛吗？啊，抽血是痛哦。哎呦，要吃干粮苦的了。哎呦。医生在这帮侬弄，后来心情就好了，适应了。不要哭，不哭啊，不哭啊，心情就好了啊。我有个年糕，有个年糕，那东西真也用进去就好，也用进去就好。现在有辰光对吧，脑子有点不大清爽，伊就觉着伊讲搞了辰光太长了，伊有辰光就觉着我不是伊啦，老辛苦啊。就是因为我也吃了激素了，一个夜里向最起码吃了3趟，所以阿拉妈老不容易，老不容易。所以阿拉子女也看了眼睛里，所以年纪大了，阿拉服侍是阿拉的责任，所以阿拉应该尽力而为吧。只要是服侍得当，总归要让伊养老生生。现在他不只有2件衣裳，一件衣裳还没干，搿件衣裳再湿脱，到辰光哪能办？拆包了咯，拆包搿搭只我帮侬搿搭画只标记，搿搭帮侬画只工号牌，搿个单位标记，搿是那个白切帮侬画两只队队。量出来多少啊？刚才180，上面180，下面100。那发过来，身上放过来，两饱和度差。老公，我们快点吃了。都是台名。血压还好呀，喘定给他吊两次。喘定是吧？嗯。甲强龙给他看，甲强龙再来喘进去。对对对。医生认为是比较轻伤，医生大小可以。病蛮重的啊、哦。糖尿病有吧？他。糖尿病有的。咱先做血糖。啊。几点钟这样气喘呢？气喘嘛，就是13:30就有一点气喘。一见到病人，吴新医生立刻意识到病情危急。74岁的马老太。由于长期卧床，皮肤弹性度很差，这给静脉开通增加了极大的难度。伊现在高盐水高不进啊，老火啊！医生讲，伊身高头个盐水高不进啊，是静脉打不进还是哪？打不进。医生认为是比较轻伤，盐水大小。蛮重的啊、哦，糖尿病有吧？他。糖尿病有的。咱先做血糖。啊，几点钟这样气喘呢？气喘嘛，就是13:30就有一点气喘。一见到病人，吴新医生立刻意识到病情危急。74岁的马老太，由于长期卧床，皮肤弹性度很差，这给静脉开通增加了极大的难度。伊现在高盐水高不进啊，老火啊！医生讲，伊身高头个盐水高不进啊，是静脉打不进还是哪？打不进。
那现在蒋强龙在哪里？那看我。现在他的血压高了吧？血压164还好。不是血压的问题啊，关键他这个肺，整个肺都不好了，整个肺都是啰音啊。然后高热还有。嗯，那就要到四百元啊，四百斤的啊。就不四百要侬转。啊。我给侬讲了嘛。400啊。来。一包。400，呼吸急促，氧饱和度85，高热。来，1、2、3。不要紧，要加了我就弄，好啊。那把石头好拧过去吧。啊。今天的话，总之。把铁路预报四包，病人高热气喘，氧饱580。那咳嗽咳痰几天了？咳嗽，伊就是呼噜，咳嗽到了没啥，伊就是呼吸不好，现在有交关辰光，阿拉就自家给伊么事，就叫啥么子阿姨。现在高热啊，高热，总动脉上去，氧肺四啰音，氧饱和度85左右。甲强龙给他推了一次，喘定给他吊了两次，血压到的时候是161/94，血糖11.6。他像他这个情况，今天这个药用下去，然后医院里面如果他积极抢救的话，应该没什么。可以过来，可以能救过来。是还是护理很重要的，家里人经常拍背啊，经常。以后像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？啊？我们养老院了。算了，我们已经我帮你打针，不要。然后我们养老院，我们三个人就住一间房间。我肯定等扎的针，颤颤巍巟的时候帮你打针，最多扎两针，好吧？然后我感觉不是很痛上了，吴医生快，插个管，我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。健康小贴士，在人流密集的旅游景点要注意休息，经常补充水分，避免中暑。醉酒后的呕吐物极易引起窒息，醉酒者必须有人陪伴，珍爱生命，切勿贪杯。拨打120电话后要尽可能留在现场等待，陪伴病人的同时也可以给急救小组必要的指引。外地来沪求医者应由家属先行了解清楚医疗资源，切勿盲目带着患者前来。康复医院是帮助伤残者恢复身体功能性的机构，通过康复性治疗和训练，病人能减轻痛苦，尽可能恢复正常生活技能。炎热的夏季一定要让发烧病人降温和散热，如果一味的捂和裹，反而会适得其反，加重病情。对于长期卧床的病人，要定期拍背翻身，以防肺部感染和褥疮等疾病的发生。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。